我在日本车祸的行车记录器。你们现在完蛋了。TS 最大的投资者，我爸要回来对付江太忠了。我会先让你坐上会长这个位子，文鹤才能当上公司继承人。总共十亿，就像你当初出卖我一样。你这次要出卖的对象就是车美妍，是一位清洁员的女儿，对吗？您怎么知道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你敢说出去的话，我一定会让你们母女吃不完兜着走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综合台，加油黄金福。